让我们来看看龙口2021年演出 Talking 的惨况。哎，渐入佳境啊，太棒了！接下来是 Talking 啊。还好这一场没有牙胎感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唱心理准备、心理准备、AK 黑水印，那一段时候弹得特别的。敌人都有炮了，他们都很怕我们碰，你知道吗？二月几号当兵？23，入姐就进去了，就进去了。那这一套应该给你穿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不想那么早穿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并没有。本团正妹，他们与女性写卡。就是你刚刚听到后面那些声音，他刚刚在台下偷按的，要胡乱的，太尴尬了。你们觉得？拍手没有用啊，要撞起来 ，OK。只剩两首了，等一下如果表演完，想看奇鸟的可以找他。这个奇鸟他是喂酒的、啊。2000 years later 我说的那场有点飞啊，你们都没喝啊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我们快要发 EP 了，所以我们预计大概过完年应该是3-4月会开始跑巡回，最后一场我们就回到台中回响，就在这边。啊，这个是临时决定的，我们都还没知道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最后一场一定要在这边。其实我还没有毁约过、啊，这是第一次了。靠腰，我们是背头团，我们要重一摔吗？喜欢或支持我们的，都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